30年了。你的红油没在上面，在下面。来试试吧，亲爱的。女主播是最喜欢吃饺子。你等会儿干啥呀？我得倒醋啊！哎，你想吃什么跟你说？我先尝一下它这原味儿是什么。先尝原味儿，蘸点那个红油。哦，必须的。尝尝啊，再蘸点红油。辣吗？哎，不太辣，就是辣椒油的那个香味儿吧。猪水饺，刚才我俩百度了一下，我一直以为是个店名，其实它不是店名，是发明这个饺子人的姓钟。1893年是吧？有王酸娘？没有，大三儿。北方这一派吃法，他们这可能就是这么干吃。对，没有东西。这好像没看到谁点哈。三儿，我从标准的。没直接试一下，材料偏甜，没吃出甜味来啊。偏甜，而且它这个饺子你知道啥吗？它不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那个饺子，接近，我觉得接近云吞什么那个感觉，不觉得吗？而且就是它这个面皮很大，而且对面皮大，然后偏厚，然后有嚼劲。哎，我觉得好吃啊，我觉得好吃，不是普通饺子，对，它就是。注重于面，吃起来我觉得不是它，而且真的其实没有菜。你再咬一个，咬成一半，我靠，我拍一下馅，真的没有菜，好像就纯猪肉了。嗯，都爆成团了，肯定是纯猪肉的。就是确实没有什么配料，是吧？嗯。但是这辣椒油好香啊！对，辣椒油很香。好吃。这份多少钱来着？22吧。蘸多点，蘸点它这个红油。哎，我感觉会崩到人，是不是不好夹？对，不太好夹。我就说，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的锅腔能夹起来，我们一点都说错。这很甜啊，吃着。不是，它这底下应该是有汤啊，我感觉这个酱汁瞅着不对劲儿啊，不只是红油啊。对，不止红油。对，我再尝一下。还有一个复合味，甜是甜咸鲜。好啦，我们要准备吃赖汤圆啦。那赖汤圆和中水饺一样，因为发明的这个。做法这个做法是一个姓赖的人啊开始做的，但是你发明的就叫铜汤圆，那我可能不能是汤圆，可能得是元宵。红元宵我查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就是怎么什么特别的那个感觉。哎，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爱吃这个甘蔗，一段一段买，但是怕扎嘴嘛，然后嗑那个甘蔗皮儿真的很难嗑的。还有一份汤圆，汤圆要不要加米酒？汤圆的钱要加吧。还要什么？不是，你等会儿这有套餐，要不来一份？哪个套餐？套餐也是每一种都一来一点，38是一个量，48是一到两个人的量。那就是这些下面这些。你给我来个38就得了。你这后面正好还有个牌匾。是吧？对，还挺好看的。点了一个38的套餐。为什么要点38套餐啊？因为我看网上有人点。行，你要那个10块钱跟40块钱差不了多少，就这。就是，那个带什么醪糟？醪糟就是带酒糟。哇！来坐一下啊。那你这汤圆就只有4颗、哎、不是叫几荤几素来的？这些东西38块钱、嗯、反正它这个一样算一个有点坑。不，这是抄手。对，这是抄手。那这个是那个凉粉、这是夫妻肺片。夫妻肺片。这个粥是什么呀？八宝粥吧，应该是。对，就是八宝粥。这个呢，虎皮尖椒。呀，又是中水饺啊！对，虎皮青椒。这个是燃面吗？应该是燃面啊。OK， 来试试你的汤圆吧，看跟平时有啥区别。嗯，一样。对，我觉得也是。这玩意儿你能做出啥花来呀、啊？跟我吃那思念汤圆差不多。那，我反而觉得更厚这皮儿。对。
啊，两种馅儿，刚才你吃的是黑芝麻的，嗯，你吃了才知道它就没啥区别，你不吃永远不知道啥味儿，所以这钱花的值。我尝尝烧麦，我估计这跟糊盒子比不了。哎呀，你都滴到那里面了，你往这里滴。确实没糊盒好吃，就是太油了这个。我尝尝那抄手吧。哇，这抄手感觉拎起来可馅儿挺大。嗯，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就是抄手。对。就没什么特别是吧？对对对。吃起来像刚来码头。嗯，那网友不是说你这是吃了多少素食，又思念汤圆，又晚在码头。但是你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哈，我尝一个夫妻肺片。嗯嗯，吃起来像牛肉。对，就是牛肉。啊？那肺片吗？它是叫这个，它其实是多种东西放在一起的。应该不是肺那么简单，我记得好像是好几种东西啊。是吗？这我真不知道，想不起来了。我试一下这会儿的这个饺子，我看跟那个比怎么样。这好像放蒜了。没有。这不是蒜吗？一会儿，这会儿发甜，偏甜，偏。这是不是蒜？挺辣的那感觉。是蒜吗？蒜泥儿。但挺好吃的，这有点像咱家那个做法。嗯，放蒜。我刚刚就其实就在一直在找那个蒜泥儿。我强烈推荐大家吃这个中水饺，中水饺真的好吃。嗯、这就是八宝粥。鉴定完毕，我再尝一口炸面。妈，咋这有出去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家东西，嗯，我不推荐大家来试，太工业化了。不太推荐来啊，这个汤圆其实跟那个家里的那汤圆没什么区别，但是不吃也罢，无所谓。嗯、这是什么呀？不知道是什么、啊。好吃啊！这黑芝麻馅味儿，感觉有点像是那个汤圆，然后外面裹的这个小冻冻似的。外面是米吧？我看着像大米似的，所以外面像大米。不是说有多好吃，但是口感挺不一样的。我看这包子吧，不好吃，放着吧。这个呢，咬一口，感觉像昨天。不推荐。你要尝一口这个吗？这家完全不推荐，大家别踩。小咬一口啊，别咬太多了，也不是特别好吃。你别说，这个算好吃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几个里面算好吃，这凉粉好吃吗？凉粉不好吃。这个其实还行，这个面，他们这块做的面整体水平都挺好的，就是这个面的一软硬程度是咱们喜欢吃的。就这汤圆吃不吃无所谓，就家里买那种煮的汤圆自己煮一下一样。饺子怎么样？饺子可以，一个味。中水饺好吃，这个东西是好吃的。他们家其实我是这么想啊，你来了你要想吃汤圆，你就来吃汤圆。别整别的，没有用。啊，也是。是啊，就像刚才我就觉得。但是他那汤圆确实也不好吃啊。那还行吧，我觉得就中规中矩的汤圆。就只能说这是汤圆，没有什么区别、啊。对，而且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有一些东西你，像一些就是外地的那些东西都已经传到你那儿了，说明他已经通过商家沟通，他应该是已经就是很好的一个东西。应该传过去了。传过去了，他已经经过又多少年改良了。对，而且就是他能就是上各个就是比如说大超市啊都能那啥，说明他就是被所有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。对，所以说他肯定就是还是就比较好的，从你就算是优中选优的比较好的这些东西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像有一些不好的优胜劣汰的，估计可能就早就淘汰了。那你说这家到底推不推荐了？就一般嘛，就是如果你可以来可以不来，我觉得不用特意了，这个东西就
刚才我说我其实就是只想要一碗汤圆，然后让他给我加那个什么糟糕糕。结果我他妈的来了个套餐。对，你非要来套餐，我觉得多余。你看，结果现在就是浪费。我觉得你这浪费给大家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。不是，但是我一会儿放开机器，我还会再吃一些。主要是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这样大家就不会点这套餐了，对吧？给大家省钱了嘛，对吧？咱们花点钱，也对，给大家省钱。好，女主播开启了疯狂蛋糕模式。就我本来也是喜欢吃嘛。西瓜饼吃吗？给来一个。多少钱？5块钱啊。嗯，太贵，不买。是，对对。好吧，行了行了行了。那椒盐小小酥还不如这个呢。哪个？古早蛋糕，16块钱。什么蛋糕？古早蛋糕。哎呀，你踩到我了。这是老味蛋糕。放弃。踩到我了。你踩到我了。哎，排队你就害怕了。它这个应该能挺好吃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黑糖麻薯堡没有了。麻薯本来就很好吃，麻薯。不是，大哥你开了，你没让我开机啊。我要给你摁开了。我用你啊。这。我用你吗？这么大了吗？吼糖。啊？吼糖是不是就是辣的？有可能。我也没抹口红啊。上那那块亮，那个砂锅汤呢？你再往前走点也行，咱俩。甘蔗这块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成都就要准备吃一顿那个老火锅了啊。转身，这样亮。啊，准备吃一顿老火锅了，就是我们选来选去选的这个吼糖啊。因为其实我们离这个说，据说这块是火锅一条街，我们离这儿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是挺近的。然后有几家备选的方案，就是这个吼糖，还有那个老小龙坎儿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大龙翼，是电翼吗？对对，大龙翼，四个火那个，啊、对对，大龙翼。还有川西坝子，反正就这一溜吧。蜀九香，还有什么什么门？蜀什么蜀道什么？对对对，反正就好几家被选，最后就是 UP 主十分确定。当然了，旁边就是那个陈赫开的那个咸合庄，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吃这个吼糖吧，毅然决然的还是选择吼糖。就关键咱俩天天路过，就感觉它这个字体啥的比较细。对对，其实这应该像好吃的，说是1930年的，应该也是一个老火锅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传承什么之类的。来吧，走。这是在等位吧，先看看排多少队吧，这不都是排队的吗？这些是不是？然后因为小朋友在忙，完了，我说拿号吧，拿号吧，亲爱的。嗯。两个。那现在需要跟人家随便抢号。有多少个桌？169桌。12点。说得晚上12点左右吧。得，逛街吧。逛街你也得有街逛啊，你现在没地儿去吧。是什么啊？是个姐，三老板啊。13633。哎，我们终于可以到那个里面去了啊。我看一下，再讲怎么回事。对对，两位聊。对对。你坐一下，坐一下，不要为难。OK OK OK。嗯，好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哎，这边都是他们家那个。哎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哟，这个像真的一样。对。
对，整个一个上面这块做的非常有特点啊。不是，这是假的吧？应该不，这些东西这些吃的应该是真的啊。我操，真的，确实是真的。然后他这个装修据说是反正就比较复古那种，但是我看着也挺现代的。你看上面，那你复古肯定还，你看他整个这边啊，有点那个卖货那感觉是吧？对对对，他这块给你呈现出来的实际是一个，就是像一个就是堂口那个感觉。堂口，对，是不是？就你来到了之后，来到了这块之后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什么卖什么杂货的呀，然后卖什么，还有保安，对对，然后那块就是挂的那些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像一个堂口一个堂口的这个感觉。不是，刚才我真以为这保安是真的呢。那能这么睡觉？一看出来就是假的。这个奶奶看起来很真，很真。不是，这个确实挺真的。对。然后看看他们的小料了。哎，这是小料啊，这是卖的，是吧？冰粉嘛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冰粉，豆花，那个是叫什么梅子什么？梅子茶。杨枝甘露。杨枝甘露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在乡里那还没吃过吗？绿黄的那个。